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Hello Hello Hello， 你好，你是谁呀 ？Hello Hello Hello， 你好，你是谁呀？我们要跳。你会跳吗？你会跳吗 ？Hello Hello。走了走了。哇，好舒服呀，这个捏在手上。哇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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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厕所了，上厕所了。你在干嘛？我在汲取光的力量，我马上就要变成超特曼了。你相信光吗？你不相信吗？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奥特曼。在汲取光的力量。要一次同样的道理，那是五个啊。我感觉三三强，哎，这就是啊，这是人啊，差不多了，没听吗？你们俩兄弟今天我花了3000块留下了，等会儿来吧。帮忙啥？好油啊，老师！哎呀，耶，走！不用客气。走，不玩去了。行，你怎么知道？慢点转。我是五。慢点转啊，慢点转啊，管教头上的，看你不转啊，自己想办法，没办法，我不想。对，这个就其实就相当于说，你们在走的时候，有的时候一转身的话，就会不经意的把头掰着。我们就拉下头了。陈天瑞是我二，邓家欣是猪。好，磕一磕怎么没事？别吃了，别吃了。陈天瑞是我儿。你怎么加入他了？没有没有，我的脑子，我的脑子呀，我的脑子。哎，八打一，我帮着我让你看见啊，我在这中间来听啊，你看过年还这还出钱呢啊，过年呢，过年呢，我看见你啊，啊母你啊。啊不是那个炸弹也可以炸，它那个分是太小了，味儿可香了，云南白药味儿了。物超所值哈、啊，9.9元300瓶包邮到家，您看只要分到这上面。我
浑身都散发那种淡雅的清香，我莫名其妙味道非常的好闻。那么朋友们就快快入手这一款香水吧。我喷一下来，搞推销手，搞推销手。五万，这边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左航，现在左航，紧张。今天是不是战争发生了？现在左航在你上方啊，好的，今天他倒下了，他倒下了。一边助攻啊，落下了。好的，这边战地记者正在解说。好的，又来了一位围观群众。你是谁？左航已经开始。哇，前面人被吊着打。哇，你好，我操他！发生了啥？前面的人被吊打。真舒服。左航，左航，左航，左航发现。前天是发起了挑衅，认输了。这边左航胜利。我听见了，听见胜利者左航。尊敬的旅客朋友们，前方到站长沙。Hey you， 来自哪里？辣妹子，辣妹子，教你唱脏话。还要去哪里？辣妹子，辣妹子，欢迎你来长沙。有我是金刚掌手佛。我们现在呢，都要去找师兄，定人新师兄，定人新师兄。大家好久没有见到定人新师兄了。对，哎，走，这边走吧，那就先找吧。一定要让师兄们感受到我们的热情。对，三二一，好。有我打死啊！挺好，挺好。我来吃东西，可以，放松我就行了，别紧张。嗯，可以。做不过于远了点，气候一点。国内连锁的感觉。上去就先把自我介绍想了，想的有意思一点。嗯，好。我也会尽量多 Q 你。嗯。昨晚上吃的啥呀？睡得还好吧？睡了。嗯。他刚刚准备了一个特别的，给你打招呼，但不知道为什么进来就变了。你要不要？来吧。我所谓的。准备打我赢。世界大王。吃过了吗？没吃，正好买了，等一下就拿回去吃。应该还挺好吃。之前有来过长沙，来过，都来过。有吃到什么好吃的？这家还不错，茶颜悦色。就茶颜悦色，等一下再领一个。等一下就把这个拿回去吃了，然后都分着点吃吧。加油啊！看看加油。好，我看。三二一。回去吃饭了，加油！东西还有，不是吧？只有门票。谢谢。师兄给我们的宵夜做，买好，给我们买好宵夜了。是的。这什么串？是串儿串儿吧？All seated on the road, the angel of
要啊，热好，正常一点啊，正常一点，正常一点。甜一点哈，然后嘴巴放松，好来蹭一点。正常旅游业的，对，好帅呀、啊！嗯啊，把嘴堵了吧。我走，我给你我试一好了，下一位。사랑을했다우리가만나지우지못할추억이됐다볼만한멜로드라마괜찮은결말그거면됐다널사랑했다우리가만들러시나리오이젠증명이꺼지고마지막페이지를넘기면好来听一个凤凰好来好来好来3 2 1之前还来过长沙吗？为什么来过？但之前来的那次没喝到这个茶颜悦色，这么一喝还真是好喝。190只锅巴海参，来这种东西。够用吗？脏啊！你不脏吗？脏啊！起来呀、啊，朱仙！你是一坨泥吗？你软不拉几？我看一下菜单来。脏不脏啊？这这样脏啊！到时候你又在滚在床上滚来滚去的，你是猪吗？你把我打昏了！你在装？啊？可以点个那个。你去那边待会儿，自己去一个安静的，安静，安静。好鬼！这里怎么是联通的呀？真的你不穿戏，你不要练呐、啊！我连基本功也不让我练，整个补水期，那都没点呢。就肉汤啊！你说那吃法就正常，你就正常点。还有香水，你不是猜中水了吗？啊！你猜到了。去里面安静。啊！把那个门关上。啊！对，有人呐，陪你玩啊，陪你玩，好玩啊！他想逗别人，他说：“哎呀，他放别人那种黑历史，然后他让别人逗他，然后呢，人家打他时候呢，他说：‘你们暴力我，你们欺凌我。’没有，我当时在听歌，听你唱的歌。”你摸好，平时都没看过。假的，没看过。这什么？汪汪队。你不是在看过？我晓得。敢说狗不怕困难，汪汪队出发救援。又出发，汪汪队。不应该是你汪汪队，汪汪队。不应该是勇敢牛牛不怕困难吗？怎么是勇敢汪汪队？幼稚，幼稚。你好成熟啊，你理熟点儿。我没说你啊，不是，为什么侮辱我们的爱好？对不起，凭什么？你今天是不是要造反？今天是不是要造反？在侮辱我的职业。你诋毁我们的爱好，就是诋毁我们的人格，你还不明白吗？你不要打着爱的名号。我跟你说，我看这个开头，我跟你说结尾，我行不行？你说怎么呀？我说你真棒。我砍呐！啊？我砍！南瓜180，不是吗？啊？啊？你没说什么？不和你玩了。毕竟。宣布九二获胜。看其他的，不好看。我知道了这个。你换了？那你换了，这个一看就不好看。你可以。要看金属。你看金属。
惊悚就是吓的。安娜贝尔。什么？那贝尔是那娃娃吗？对，那个有点吓人。画皮还好。安娜贝尔。我记得。这讲小赵讲电影，他没有那个。他要我当幸福来敲门。我俩看。又来敲门？你看过吗？不看过。我也看过。好寂寥哦，看哈利波特，你还不错，还没看哈利波特，哈利波特呢？哈利波特，有啥好看的？不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让闭嘴，睡觉，听不懂，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哎，老师，那个什么，神奇动物在哪里？是不是看到那个后窗还是什么？为什么要站起来？是不是突然？跟你说刷牙。多久没刷牙了？是不是觉得自己？我给你洗擦脸，要不要？我来，我非要。来，他觉得自己行了，上。你不就人多吗？啊，又不是单挑。那就是人多，你就是人多，你有一个就是人，就是人多，今天人多力量大。太过分了，张姐，我的。哎，当时这个好像是有那个什么摄魂怪，当时。我觉得可以请方便面。舒心，你吃不吃？你不吃不让人。可以请方便面吗？谢谢啊。嗯。我有腐化，你那点什么全部都干吃吗？啊，他那个当饭吃。牛奶不？他是房间，死运一通。